刚才左上侧，牙龈好像痛了一下子，往上痛了一下子，然后呢，刚才的那个，然后那个眼眶痛了一下子，眼眶痛了一下子，我看到一个陨石啊，把抛出去啊，哇，飞上去啊，转圆圈再下来，然后低一点，哇，是这样运动的。也是这样运动的，哇，在转圈呢，这样运动的，人们就从下面一直往上看呢，觉得这很奇怪，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现在人家到底分不清到底是灯光呢，到底这个是灯光呢，还是？当然，饮食他们根本没让他们去想啊，到底是灯光呢，还是沸点呢？有人在这样想啊，这到底什么玩意儿呢？现在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呀，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，人家认为的一个东西啊，因为大家都搞不清这是什么一个东西啊，所以，要让人们认知到这些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